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选手是谁，请看大屏幕。这一位选手来自意大利米兰赛区，叫做叶子瑶。叶子瑶是一位马上要高三，并且对未来有些迷茫的女孩。小的时候，父母报的兴趣班让她发现了对唱歌的热爱，之后她就一直坚持学习音乐，希望有一天可以像专业歌手一样，台上展现自己的实力。我们来连线叶子瑶。你好，子瑶。你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叶子瑶，来自意大利米兰赛区。我今天要带来的曲目是《天亮了》。好，请开始你的演唱。谢谢，谢谢子瑶带来的这一首《天亮了》。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陈霞老师的点评。子瑶，你好。